Hey,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Go Go Japan Part Ten。我们现在来到下榻这个地狱谷附近的这个饭店，登别饭店。登别饭店厉害了，登别想到登别，你想到什么？想到就是登别的温泉。然后，哎，快点 Q 一下格局，好不好？这边非常的漂亮，这个叫洋河式的饭店。这边是洋，这边就是河啊，这边是河式，有没有？可以坐。然后还有外面的风景其实还不错，是在半山腰上面。然后呢？我们今天有去参加这个，有去参观那个音乐博物馆。音乐博物馆，音乐中啊。对，详情请参考 Part 9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我也有买这个东西，音乐中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，大家一起猜猜看，我买的是哪一首歌？厉害了，这首歌就是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的那个主题曲，叫做《世界的约束》。然后呢，我妹也有买一个，她买的是。好，这卡比较快，因为我才是主角。她买的是那个《天空之城》。天空之城。好，那现在看一下，我们今天额外去买的东西。那我妹买了一个造景。还蛮便宜的，500日币。好、哦，有兴趣的下次到日本玩记得要买。那就口吃口吃口吃。好，再来看我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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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到日本就会想到木鸡，一想到木鸡我就想到小鸡鸡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就是我在那边买的木鸡，然后呢，1000块也是蛮，也不是太贵，只是想说买个气氛，就是。来到日本就是要穿木屐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那我们准备下来吃饭了。那敬请期待 Part 11 Over。